好，来吧。好，来吧。我一定要来看一下，我到底是要怎么玩。好好的用那个用木之器玩，不然我真的是会提升。你干点啥脚？刚突然按到一个光。Let's go！ 我不相信我打不赢他。交战。Fuck！ 我要用控制器玩，我就不会剑术，我就烂。他就不知道什么一直不找不打，不行，我一定要找出可以让我的有那个方法，我 fuck， 我一定要找出来。我先开看其他的游戏，看其他游戏能不能正常的用我的控制器运作。可以啊，干！这个动作不错，这个天空一点转。
等下，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我现在到底干嘛，是不是？哎，救命救命！哎，用了，他突然可以玩了，不知道傻笑。不要再转了，不要再转了。先结束一下，我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哪都没声。该不会是我要用控制器的音声音吧？干果然，啊，然后这个也不让我按，塞哈喽，啊，这都不让我按啊！我是要玩什么？好，那既然这个可以的，那我就可以开我的 Big Picture 了。Yeah, Big Picture。喂。喂喂喂！说，哦，有声音，没声音，没声音，没声音。有没有有声音吗？哦，你在干嘛？游戏，我要开。我要让游戏可以开那个，开啥？沙小，沙小，沙小，来喽！怎样？你说来看团子。还说？哎，怎样？哎，杨伯成，我跟你讲哦，下礼拜的话，曹成跟我们，你下礼拜都怎么空啊？我应该没有，我看不到我的榜表。没有，球队没打。你去排吧。没有啊，来不及啊，这已经七月一号了。哎，你不是你什么时候排班表的？嗯？你什么时候排班表的？六月就要排了。那你排了吗？还没啊，因为你今天才跟我讲，今天已经七月一号了。我就排七月十一号跟七月三十号而已啊。那再跟他讲一下就好了。不行，他会给我。七号就是那个啊，阿十二号我爸排。啊？没有，十一号我要跟韦斯牌去骑车啊。我就我把游戏重开一次，应该就可以玩了吧？可以用遥感玩。你十一号确定要骑车？嗯。好，先把游戏。已经确定了。好像有100，好像有100多台摩托车吧。就是只要再让他稍微跑一下。那习惯一下，应该就是可以玩。来，我相信你，达克寿司。不要，会有回音。不要在他房间。不要在他房间。哎，刘生，你这个这礼拜不行啊！不，你下礼拜不行啊！下礼拜不知道，未知，绝对是未知数。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班表啊，我可能一个礼拜上班啊，我可能一个礼拜都在上班啊，就一到日都在上班。对啊，至少会休一天啊。你那个太吵了吧？不是全年。你那会不会太吵了 ？What the fuck？ 我是超能先生欸。那超能怎么办？不知道、啊，你们可以挑。两天。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干够无声，操！哦，有可以玩了，水啊！等下我想要调整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情况？
不然谁拜休？不是啊，我这礼拜你最好是突然这礼拜讲说，哦，我这礼拜出去玩就可以。对对对对对，白痴哦！你不能这样随便约。傻小傻小，你就算在家里自己做也不能这样子吧？是工作呢，哥哥。没有，就提早讲啊。你来不及啊，提早至少要一个礼拜以上吧。没有，要提早一个月。提早你至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要提出说我们要干嘛要干嘛。你懂我意思吗？下礼拜你不行。我说你下礼拜放假你不行，明天放假吧。下礼拜我要看我怎么放假啊。哎，对哦。我请他帮我拍，可是他还没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超短就不知道上拍的呀。礼拜六上整天啊。着急一点，谢谢我。哦，我想看抢救连大兵了、啊。抢救你自己的。抢救魔神大兵。抢救魔神大兵。打板这样好了，我们现在是工作全部都跑去蔡中他们那边工作。这里没工作啦、啊。为什么？没啥事。你说你的意思说你现在在那边凉吗？没多凉啊，就是工作比较少。哦。发现我的控制器的那个 X 坏掉。等一下，为什么你的直接那么断？我哪在？压太大。控制器坏掉了。别说，发的死相。APS 五坏了。15,000,000啊，以欧洲他们换算成台币是16,000,000，好像是这样。不疼哎，啊？你这礼拜对啊，什么东西？你啊？我怎样？你会来？你会去一中打机台吗？这礼拜？礼拜啦，嗯。要干嘛？没有，我跟你拿花束。哦，我不知道。想打的时候就打。没有，因为我这礼拜可能会经过那里，也许我可以先去找你。
下礼拜。下礼拜。主持人，不在。调一下我的控制器，他是一定会，他一定会跟着那个走的，对。自动切换锁定目标，自动锁定目标。
比我想象中还要难。银水不难插管，我觉得难插应该可以顶一切。我说真的，还是我把钢筋条换成不按，因为其实这样子按，我觉得蛮不习惯。去习惯他那个好了，放个皮球。不要来找我！也不是这一关，这个游戏有点难欸。我懂为什么他们会说我刚刚的时候。就变双十武器了。胖的，救命！救命！我怎么变双？奇怪了。不玩双十，我就是要一剑一盾。
一直按到三角形，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模糊点的关系。对，又是模糊点。我一直习惯把这个按成攻击，你知道吗？比较好一点啦，这个就是这个按键会比较好。像刚刚那样嘛，一开始就死掉了，就不行，已经僵尸了。确认了，确认了，干！断了，说实在。
这边，我要这边大概打多久来攻？接下来的那个直播啊，会不会就是那个大概每一次直播就只会打一次 boss 这样，就大概一次 boss 一次光，一次 boss 一次直播这样，哼 ，fuck， 我不是，为什么打不死他？
向敌人引发爆炸并给我什么新伤害？太强了，不错。我觉得可以装备一下。OK 啊，装备。失去的灵魂，这个吃一下，吃一下，吃。啊！我猜这个状态应该是拿来升等的吧？是吧？我猜是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有没有隔类似隔挡的？我记得刚有叫别人。是一个铜像，然后只是应该是被一些什么黑暗物质操控吧之类的，谁知道？
拜。时候他的他是真的挡得住，还是其实他一样会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是可以打中的。格挡是真的可以。What？ 我不懂。所以他有没有一个瞬间点是？就是那个很微妙的瞬间，心动那一刻。心动那一刻就会就是可以做出来。看一下他啊，直接举起来，没用。耶，成功。他觉得摸电好简单。见到重攻击，我突然想到，我都太早滚，我必须要在他的那个一个 timeline 里面，那是他的攻击节奏。
果这472块在某种程度上花的有点值得一分，也没有值得。这淘宝已经做完了。把这一只怪打掉才可以。我有点冲野，我一定要把这只打掉。光这只 BOSS 就打了一小时半了，这样。我撇除前面一些技术。没有什么等级差问题，这边要花四代。
因为之前有客人玩那个磁带，打不死，如果发现是等级升过的问题，然后就会等级升的版本。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是然后是一定可以打大级，这一定就是。呀！我感觉接下去，接下去。被淘比较好一点。我真的是造了这个游戏啊！我只是在受虐。Yeah.
差点打死他了，干！不行，我觉得一定可以，来来走走滚！我不相信，哎，可以打死他！一局，不行，我觉得刚刚那个状况一定是可以的。等一下，为什么右边手臂好酸哦？我今天就打完这个 boss， 我就可以关台了。
哦，有了，太开心了。然后我们人数，怎么可以直接变火？那个火柱，棒，点燃萤火。哦先看一下装备有什么东西，我怕等一下一关，妈的，我觉得那个一开门就又是一个大王。就是拿来做衣服。好，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我想要大概知道一下怎么搞。显示啊也没有干嘛，项目说明，还是其实只是我的等级不够。哦，要先继续走超深的地方，了解了解啊！水啦，感谢感谢朋友 ，Yo my friend， 来来来来来，大只鸡前进啦、啊！所以他先叫我打怪，然后才跟我说打开选单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哇！所以一定要先把怪打掉，哎、欸，有点可怕。返回古片，太强了！我确实应该往上走，我突然发现往上面不行。啊，对啊，应该是这边的、啊。破处选择，重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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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边要打完？先看一下旁边四周。看到东西在搅蛋。我滚！哇，这个狗！
就这样就进去了啦。我觉得就这样了啦，没什么好看的啦。突然就有点怕，没关系啦。传火祭祀场，我猜不知道什么，就是要打下面那个玩意儿，下面那个魔法师，来吧。看起来不太像，这是什么？刺入螺旋剑，哎 ，La Sensidican， 完全不一样。Bonfire Leap， 哦，只是射一个萤火而已。讲话。Welcome to the bonfire, unkindled one. I am a firekeeper. I tend to the flame, and tend to thee. The lords have left their thrones.And must be delivered to them. To this end, I am at thy side. Ah, 这边可以升级啊！来。Very well. Then touch the darkness within me. Take nourishment from these sovereignless souls.就会加一个能力值的意思，这样这个运气值是干嘛的？就体力吧，我觉得体力很重要啊。不是体力是那个生命力比较好。升三的嘛，这个就升二好了，升一就好了。然后加一，然后敏捷好了。那不要吃九力，换个啊，就这样好。全血量就对了，真的假的？好，我就听你们的。全血量，来，不用持久啊，持久就像是，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快枪侠。Farewell, Ashen One. Farewell, Ashen One. May the flames guide.前期用其他还是躲不掉我的攻击。好，记忆法术。好，这应该是之后才会有的东西，看起来很重要。燃烧不死人遗骨，这是啥？我也不知道。好吧，那应该是没什么特别需要看的东西。哦，这个能得到火的力量。提升 HP 上去找什么位置？看起来蛮厉害的。好，好，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是谁 ？Who are you？ another one roused from the sleep of death.Well, you're not alone. We unkindled are worthless. Can't even die right. Gives me conniptions. And it'd have us seek the lords of Cinder and return them to their molding thrones. But we're talking true legends with the metal to link the fire. We're not fit to lick their boots.Don't you think?干草莓族走开！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知道这是哪里，反正走对了。应该是前面有一些怪，然后就反正就打，我就打。哦，其实啊。Well.Newcomer, I see. I am Andre. I serve at this shrine as a humble smith forging weapons. You're in search of the Lords of Cinder, Lytra. A toilsome journey. Let me. I am. Yeah. 打武器，我没事。Pretty, be careful. I don't want to see.
看来这边就是一些有名的地方。然后你跟不管怎么讲，都是觉得就是啊，可以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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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一个王怎么去哪里？往可能是往上走，一个往上走就会知道一些阅读科下的东西，深渊的监视者。哦，好，这边就是刚刚那个武器的地方嘛。那现在要去哪里啊？都没有。Ashen predict the mark to Lothric。刚才讲话。Ashen one sovereign, I'm Ashen one。反正你就是升级，你就是升级。Farewell, Ashen one。开始那个地方嘛，所以其实就没差。哦，这就是，啊，所以就要自己去找嘛，啊，要传送啊。哦，所以这边哦，这边这个诺斯里克的高墙没有去过，是不是？来，哦，那边就是这里，你知道吗？啊，来。应该这边打下一个王吧，那打完这个王就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啊，果然是没有来过的地方。来，走，走起。听到一些冷气的声音，野风 fire， 这不知道可不可以砍到，有点听起来应该就是要去下面，然后打吧，我猜，你不用猜，看下面就对了，干啥去？有点冷气。哎呀，鸡巴！干掉！这是那个祭师的力量。这祭师也很大，我这啊要砍我的干掉鸡巴！啊！他为什么要？就拿第一把该死剑，还是走这里？啊！哎呀，该死养啥侠？
边高姐的看着就。哎，他要喷过来了！被重量倒是丢丢看到，楼上有好东西。要不就那是该死了吧？啊，水啦！崩坏了！
真的怀疑是不是等一下想要打他。下反正我崩掰了，我崩掰了没有问题啊。接下来，他没有打我，干都没中，有尊严。
刚有一个 Mr. Nightmare， 不知道是不是你，因为我刚刚有突然看到一个。啊，那个就是我没有错，那个就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我。我们等一下，好，先吃个饮料。你在写什么？哦，你画都被抓走。98个，人也要这么好吗？太感谢了吧！
色的代表是敌对灵体，所以我跟你是敌人的意思。大笑攻击才能弹开哦，才会走哦，所以就是有这种机，就是会有那种概念上的击败的。好，这个差不多吧，就可以接走。这个游戏只有 PVE， 就是打个 BOSS， 然后就故事绕一绕这样子，哎，这么麻烦。大部分都是新武器哦，所以有的人就会直接用重攻击嘛，直接冲怪，然后他就红红的，然后就干死你。哇，干，那自己的戏也是。被其他玩家入侵，所以等到往前啊！哦，所以渔火就是一个线上模式的钥匙的概念。人形怪的背后可以被刺，人形怪，还是我还没遇到。
该是刚刚那个吧，人形怪，刚刚那个突然啪啪跑出来那个。那个是主角，也是很帅的 execution。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打完刚刚外面那个该死的东西。把这个密码干掉吧。
中了吧？哟，看见了。知道那边有路可以走。还跑就对了。啊，这个像跑步一样嘛，还是。跑酷游戏，跑酷。看到里面也是很热血的东西。
圣光术。哇哇，我来得及。好酷好酷。起来
今天晚上知道吗？干！我觉得下一次玩这个游戏之前，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 有完整按键形式的握把。你知道我现在不管按什么东西，我都要碰一下键盘。你真的是这个判定啊，好算也不算判定了，这就是干游戏机制。为什么他还要爬上来？有那个就是爬完的时候才可以，也是有点恐怖。
身上。死亡时不会失去灵魂，但是失去剑。先撞一下好了。我真的觉得等之后找一个买到一个比较好的战斗机，感觉会比较好。现在实在太惨了，我。Welcome home, speak then. Very well, then take nourish. Let these souls be. 啊，我的灵魂不够好，我什么都升不了。Farewell, Ashen One. Ah, 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我突然觉得头有点痛，就是这个 X 真的是按不下去，让我很讨厌。好了，我突然懂为什么我朋友会跟我说，这游戏真的是，如果你玩下去就玩下去，如果玩得下去就神作，玩不下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我大概懂原因了。真的好难哦，真的好难哦，不开玩笑的难哎。啊，刚玩到。真的是不开玩笑的难。好难，他不是想象的难很多。然后虽然有聊天室的好朋友帮忙，可是就还是好难，有点劝退了，你知道吗？就哦，干这个按钮真的是让人很劝退，这个按钮真的让人很劝退，好不好？我哪一天真的是换了一个摇把，再换一个手把再来玩这个好了，我觉得。没有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真的可怕。就少这个按钮，我觉得真的会有差。我没办法自己去调整，说自己到底要怎么玩会比较好。好了，那今天的直播，今天的实况就大概到这边啦。那就如果下一啊，那么下一次呢有这个能力可以玩这个 Dark Souls 的话，
那就来玩这样子，好啦，那我就来想一下明天要直播什么，明天要来实况什么好了，好啦，那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啦，那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